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。这次是特殊情况，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尊重，也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。这次借题如果表现好的话，我会跟矫正署说一声的。说什么？说了又能怎么样？啊，不然你还想怎么样？给你发奖状啊！能出去外面透透气就不错了，别他妈给我太嚣张啊！心不自由，在哪里都是不自由的。就算到了外面，也只是更大的监狱而已。丁警官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你说。帮我换件衣服。你们来得太突然，准备不了。这件衣服还是叫阿姨临时去买的。不是啊，那她进来时候的衣服呢？也要白天才拿得到，现在负责人都下班了。好啊，那大家都待在这啊，啊，我们好待这。你喜欢听音乐吗？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马尔济斯啊，啊。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，马伊马尔莫斯。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。画一个圆，用白色涂一遍，再加上三个黑点，就是马尔济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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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尔济斯。什么是马尔济斯？我不是西施，是马尔济斯。你不要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们说好的互相尊重呢，丁警官。